今日同大家睇中半山嘅外皇居，位于梅道十一号，发展商系嘉利建设，1998年入伙，提供82个单位。我哋今日睇呢间系1026尺嘅三房图，我哋睇一睇，成间屋就原装间隔，一个大幻厅，望出去就楼景为主。呢边就系厨房，分为三边，煮食、清洗、收藏。再入就系工人房同埋工人池。整个厨房区域都好大，甚至叫做偏大。个厅就屋企靓仔嘅，够晒方正，摆位都容易嘅。顺住走廊行就系睡房区，睡房都几方正，有个窗台望出去都系楼景为主。呢边就下池有窗嘅，呢边就主人房，都相当大间，然后有个角窗望出去就景观好少少。有个凹位可以做衣柜啦，再入就是主人浴室，比较陈旧少少，要翻执嘅啦。呢边就是第三间睡房，望翻山景，成间屋就睇完似呢间业主望售价就是3500万，你哋觉得值唔值？今日嘅节目就系咁多，我系Louis，我哋下期再见，拜拜。